贵州省黔东南的苗族女孩小丽要出嫁了，母亲为小丽准备多时的嫁衣也快派上用场了。在小丽出嫁的前一周，母亲打开尚未完工的嫁衣，完成最后的工序。小丽也拿起针线帮着母亲的忙。那老婆子叫哎，老婆子叫伊那个马托塞嘿，要黑马嘿。母女二人享受着小丽结婚前难得的共同时光。苗族人谈婚论嫁之时，女方家得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，而这份丰厚几乎全部集中在那一套苗族服饰上，布料是纯手工的粗布，必须点缀纯银的饰品。这身衣服自苗家姑娘出生就开始着手准备，几乎代表着一个苗家人所有的财富。制作苗族嫁衣需要绘图、挑花、蜡染、编织、镶衬等多种方法并用，做工十分考究。这件嫁衣也是苗族刺绣工艺水平的体现。小丽出嫁的那天，她穿上母亲为她准备好的嫁衣，光彩夺目，熠熠生辉，成为婚礼这天当之无愧的主角。姐妹们也都被这件嫁衣所吸引，纷纷拿出手机与小丽合影。母亲亲手做的嫁衣是小丽最重要的嫁妆，里面的一针一线都充满了母亲对小丽未来生活的祝福。